射雨下的炭，这可能是今年新加坡最大一场雨。就是很难走到窗边啊，风太大了，呼呼的，看着雨点儿，把窗户打开一下啊，看看这雨。我也不能把这手机拿出去，太大了，拿出去的话，这个手机就飞了。看一下外面，这个外面是一个公园啊，你看这个远处这个烟雨朦胧的样子，你看远处的那些也是政府组屋啊，那么在烟波浩渺之中啊，这边也是，哎呦，手机掉了。